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兰州外国语高级中学，参加本次活动是非常的荣幸。在自己的这个示范课过程中，我都是用了现代的俄语教学技术，就是学会了设计一个二维码，然后孩子们可以扫二维码，就做题，这样就是，手机变成了有一个有用处的一个教学工具，而不是有害处的一个教学工具。跟以往的课不同之处在哪里？不同之处就是在于，头一次上课以全程俄文的形式进行交流，然后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。在语言方面，奥迪亚老师跟我们的互动很多，让我们课堂积极性很高。到最后的结尾阶段，通过扫二维码的形式进行做题，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学习俄语的乐趣。